这就是鱼钱。好，这是刚采摘回来的榆钱儿。咱给它好好洗一下，然后做一个 pancake。好，这就是洗好的榆钱儿。鱼圈 pancake 用到的主料是100克洗净的鱼圈、100克面粉、一个鸡蛋、3克盐、适量的胡椒、少许葱、50毫升水。现在将这些混合起来，按顺序，鱼圈、面粉。盐、胡椒、鸡蛋、水。好，搅拌好后放那边备用。锅热，加入少许油后放入。我们做好了。腌制金黄色，定型，翻锅煎另外一面。好，两面煎至金黄色，即可盛出。这样一个健康、简单易做的鱼圈 pancake 就做好了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。